特种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D。今天我们来试玩一下这个新版本4v4站点模式。顾名思义啊，一共分为 A、B、C 三个点位，红方和蓝方抢占点位，抢够两个的一方胜利。也没有人头限制，所以想钢枪的朋友可以准备好了。那么我这把呢是28杀0死亡，这一波精彩的视觉盛宴，大家一定要看完哦。OK， 各位，新版本的介绍到这里就已经差不多了，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大家有想知道呢，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那么我是 KD， 喜欢别忘了点赞，咱们下期见。